拼输赢，全国高中数学竞赛4000多位学生争冠。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，学生全部低头猛写和时间赛跑，要争谁是第16届 TRML 高中数学冠军。昨天上午，这场数学竞赛分别在台北、台中、高雄3地进行，共计295队4425位学生参加，遇到同分还得一对一 PK。准备。开始做答。学生不止比智力，还要比谁反应快。冠军最终由高雄场许玉敏夺得，他以1分42秒时间最快解出答案。主办单位说，希望能带动全国数学学习风气，并和国际一流学生竞争，让更多人对数学产生兴趣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